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孙少奇，我是雨佳。刚播完幸运盒子，就有很多粉丝小伙伴期待我们幸运盒子里面的彩票中奖率怎么样了。好的，今天就给大家公布一下，100张刮刮乐彩票拢共能中多少钱。这个每一张最高中奖金额是30000元，100张的话就是最高可以中300万元。咱也不贪心，能中个100万元，咱就开心到飞起了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刮。第一个中奖2元，牛。没中。没中。没中。看样我这次运气不错哦。又中了。又中了，而且是个大奖。中奖5元，牛。中奖2元。没中。没中。又没中。又没中。坑。中奖2元。我们看谁先中到100的或者50的这种大奖。没中。没中。中奖2元，牛。没中。哎呦，我又中奖了。哎呦呦呦，不得了，这次我要发了。中奖2元。没中。哦呦，又中了，又中了。哎呀呀，不得了。中奖2元。还是没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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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奖2元。中奖2元。没中。没中。什么情况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后面的肯定会有大奖，相信我。Trust me。 中奖2元。中奖2元。没中。中奖2元。没中。没中。没中。中奖2元。没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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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中奖5元，牛。牛。没中。没中。没中。中奖2元。没中。中奖2元。没中。哦，又中了，连续中，牛。牛 balance 的。借我播一个呗，哥，借我播一个。不不不，我的就我的。中奖2元。哦呦呦，又来了，三零。中奖5元，牛。没中。我们这次没中到什么大奖啊，50的、20的，好像目前为止都没中到，最大的就是5元，这次还是应该亏的比较多了。继续。我终于中到了一个大奖，中奖3元。是不是你中的最大的奖？这次雨佳的运气也不行了，100张刮刮乐竟然1张20的都没中到，真是太坑了。10块的都没有。10块的都没有。对的。好的，我们来数一下100张2块的刮刮乐拢共中了多少钱。78块钱。哇，这次亏的也太惨了，200块钱，连他的一半100块钱都没有中到，坑啊。抽奖有风险，抽时需谨慎。好的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你买过最高金额的抽奖是多少钱呢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，顺便帮少奇的视频点个赞，我们评论区见，拜拜。